我们这个坡度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有这个栅栏，闯开我们的栅栏，继续逃离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躲这个嘛。我们这个大队啊啊，民警啊也是驾车啊，沿着他这个行驶路线进行排查啊，避免。重要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。你要是耽误，损伤我怎么办？停了。通过监控视频，我们能够看到这辆车在冲撞了栅栏之后，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前行。在顶着栅栏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这辆车才终于靠边停了。下车，赶走。车门锁的。当我们这个大概行驶到300米左右的时候，发现这台车啊已经靠到这个路边了，但是呢驾驶员已经逃离。